掉地上了。哎、欸，就这里也有一只，两只是一样的吗？哎、欸，两只是一样的，把它弄死。哦耶，这边也把它弄死好了。他们在洗，他们在洗那个，他们在洗三温暖啊！哎、欸，呀，这只要死了，这只要死了。Hello， none。哎、欸，我把我们那只咬死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算了，咬死再抓就好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可恶，刚不小心把它咬死了、啊。你想说怎么不见了？可恶，好吧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、哦、这边有一只，这看起来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第一次看到这种龙，哎，好酷啊！叫什么啦？走开啊！走开啊！哇塞，他现在掉到这里面有点小尴尬、啊。躲躲躲！哇，闪电飞龙，他使出他的闪电攻击，十万伏特。他不会飞吗？这家伙，这家伙不会飞是不是？怎么有四只手臂怪力哦？哇，黑魔法！哇，黑魔法，黑魔法！呜，果然来到了火山岛，的确是正确的选择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先设法。啊、靠，我要没有射到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危险啊，这个要怎么对付啊？啊，这个又是什么鬼东西？火焰鸟。火焰鸟，我刚好我又燃烧，我烧它，它又回血，根本玩不了啊！我说真的，根本玩不了。那我要来尝试抓他们了。刚刚那只闪电的是不是挂了、啊？为什么我引那么多只？哇哦！我死了，他把我抓起来啊，难怪。哎，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救人哦！抓，别再抓了 ，Michael 抓！我先躲啦！太危险了！哦，我的天啊，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在这边待的呢！我已经感觉到世界大战了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为什么这只是死掉还是晕倒啊？它是死了是不是？我看到怪力了，这怪力到底可不可以抓啊？来来来，远远的弄一下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？只要他们不要过来就好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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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我头飞过去，危险！哇，召唤恶魔哎、欸！哎，我累格了，这是什么巫术啊？召唤一群恶魔群，然后我居然负重了。我靠，这边恶魔是怎样？靠腰三小啦，怎么那么混乱啊？那、啊、恶魔去哪里了？那恶魔没办法抓，东西好多、哦。嘿嘿嘿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稍微清一下啦，像这个珍珠，我觉得不太需要。丢一丢啦，不然好重啊！全部丢光了，不管了。这个有机聚合物也不要了。行，还有什么？哦，这个好多、哦。恶魔，来，咱们的怪力去哪里了？我想你的怪力。你看这边有一个全身发生闪电的雌性，但它不是野生的，这应该是不能抓吧？这看起来超屌的、欸，我就小心一点好了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呜哩！哎嘿嘿嘿嘿，就多妈得，就多妈得，让我撞一下子弹，谢谢。好，一发装子弹，突袭你。不能驯服！Oh my god！ 这到底是不是野生的、啊？
我们再次确认一下好了。不是，好吧，那可能算是个王之类的。哦干！吓死人哦！这个也是王啊！这都是属于王类的啊！我要尝试的把他弄死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把他打死，看拿什么东西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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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他不打我，为什么？他在逃跑吗？八千。能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跪趴在地上哭哭，有没有？这根本就是恶魔啊！干什么？走开，走开！然后咬咬又咬不死他，算了，快离开这里，太危险了，这样太危险。飞太远，好，然后这边有一只奇怪的羽暴龙，不过我对那种羽暴龙比较没什么兴趣，就是了。哇哇哇，怎么会爆炸？我怎么看到感觉像是啊，那只蛇会吐啊，吐爆炝东西啊！吼吼吼，各位有没有看见？那一只蛇会吐爆炝弹啦！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蛇是不是可以抓，先把这些弄少了，好碍眼哦。哎呀，他在丢什么？我要这一只，刚刚有把他射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只我要了。嗯，死掉了，不是这只吧？哦，我看到了，那个暴鳞龙啊！哎，各位有没有看过暴鳞龙？我先装填，哥先装填，他应该在后面追我。真的，你们看过暴鳞龙啊？暴鳞龙掉下去了，他根本就暴鳞龙的化身啊！这个作者玩魔物猎人啊！我说这作者玩魔物猎人，你信不信？啊，不管怎样，总之我信了。你玩暴鳞龙也不说，哎，起来。嗯，好，起来了。你看，这超像暴鳞龙的啊，不是我要讲啊，很像，真的很像。血1900，可是我现在不能动了，有点难过啊。他都没有那一种加经验值的药水，你给他刻一罐，马上就可以先点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撑一下，点。好，可以飞了。好，看一下暴鳞龙的样子，长这样子。哦，右键，哦，喷毒刺。我想这边抓这一只会放爆炸弹的毒蜥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哎，不对啊，爆炸弹的毒蜥应该是吃受精蛋吧？刚好我身上有，哎，这家伙按照一般常规的抓法，可能是直接吃受精蛋哦。哎、欸，他在转呢、欸，他在转呢、欸。我在想有没有办法抓他、啊。哎、欸，飞龙大哥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听话。干，被发现了！救命！救人！救人呐、啊！哇！干，差点啊！大哥，你这个是差点害死人啊！完了，我的施救兽着火了，施救兽要死了。救施救兽时间。把我们施救兽传过来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把那个受精蛋丢在地上，看他吃不吃。好，我们尝试抓看看好了。这一只我都还没看他怎么丢东西的、欸，我们先看一下好了，应该是西剑吧？有丢东西吗？
感觉没有丢东西。你丢东西是哪一颗剑啊？哎呦，有丢有丢，这手榴弹吧？会爆吗？果然是手榴弹。我知道，到时候观众一定会说：“老头，这个取爆玲珑了，拜托。”好啦，我知道了，到时候再取。我们先把它带回家，传送一下好了。这个碍眼。好。哎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抓下面那只毒蜥。好，我们抓完那只毒蜥，那毒蜥在哪？我靠，他什么时候跑这边来了？这家伙，把他引过来好了。Hello， 你好吗？衷心感谢。我们先试个水温。来，没中，再一次，射不到啊！好，他起来了，不要弄我哦。扎自己啊！他起来，他起来了。先把这只弄死。我要烧到我了。那蛇没过来吗？哇！Oh my gosh！你怎么做到的？教我好不好？哇塞，这每个人都黏土做的，是不是？艺术作品，毕卡索星座 ，so beautiful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这个距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？有没有他在那边看到三根爪子了没有？我们看可不可以直接把他射晕哈？不行的话呢，我们就再想办法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出来啊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射不晕，快跑！妈咪呀！哦，乱乱乱乱，好像打第二次世界大战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乱乱乱！哦呦喂啊！好，我知道怎么抓他了。果然是真的用原始的老方法啊！刚好我们身上有啊，这运气算不错了。我们先等他龟缩回去，哦，我们先等他龟缩回去，看他哪时候龟缩。嗯，看他不死心欸，这家伙。我们需要飞一段距离，等他龟缩。哎呦，对那个恐狼这么的残忍哦，棒棒棒棒棒，就死了。哎，白痴哦，你不要游那边啊。你不要在那边龟缩，不然我就没办法抓你了。他居然在那边龟缩，真的假的？哇，这只毒蜥好聪明哦，还知道躲这种转角危险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他居然知道躲这里，哎，厉不厉害？很可惜的，我已经先看见了。啊，你休想偷袭我！哎，如果真的有那种一般玩家在那边被突袭，应该觉得很干吧？啊，那应该是干到极点的那一种，应该又来又来了，快点出来啊！这家伙是在干嘛啦？你到底要不要出来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是岩浆块，还是他的，还是某个东西是的尸体啊？啊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了！怎么这边有恶魔？跑去哪里啊？欸，他再不出来，他真的要被岩浆活活烧死了。我说真的，欸，他真的要被烧死了，我要救他。来，跟着我来，跟着我来这边。欸，他真的要被烧死了啦！欸，这次我们还没拿到东西，嗯，东西不能拿，算了，完蛋了。我感觉他是被什么东西缠住，你知道吗？我想救他，但救不了。你看他卡住了、啊，他卡住了、
哦，错了，他来了。你终于知道你该过来了。好了，他终于出来了，我们可以抓他了。但是千万不要再往岩浆那个地方跑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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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h my god！ 他移动的速度实在太快了。来，我们先飞上来，等他一下。我在干嘛啦？喂，大哥，不要乱。这应该是没问题。我们丢一颗蛋，丢这一颗好了。快点快快，过来吃快！把他引过来，让他吃。他有吃到吗？没有，他没吃到。再来再来再来，往这边走。乖乖吃蛋蛋哦，受精的飞龙蛋好吃哦，好吃的受精飞龙蛋哦。快点！哇！炸一下我快死了！我的天哪！他吃了没啊？他没有吃。你这叫不吃受精飞龙蛋？有吃吗？他克了没啊？哎，好像克了。哎，没有啊，还在这里啊。等一下，这个蛋他不克，我好难过、哦。你浪费我的爱心哎、欸！你在浪费我的爱心，摸一下，他怎么不吃？水土不服了，你去死吧！浪费我时间，滚！好吧，终于结束了哦。然后呢，这只鸟呢，已经成年了。哦，好像也是不能骑的样子。对，这只鸟不能骑，然后它就一直卡在这个地方，把它带过来一下好了。来来来，好，你就好好在这边慢慢的把玩吧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里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成功抓了这只酷似暴鳞龙的家伙啊，然后呢又抓到这只啊看起来非常恐怖的螳螂异化版。非常的赞。那么呢，之后呢，依旧会在火山岛以及这个空岛这两个地区，慢慢的寻找我们的新视野啊、哦，新生物，新的冒险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内容差不多到这里了。那如果需要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笑，帮我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、哦、下一集普利亚模组再见了，拜拜。